哎，你每次吃那个 M 的早餐多少钱哦？大概十多块咯。啊，那也能顶哦。今天呢，我带你去吃一家只需要6.9块就可以吃到的法棍早餐。喂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走。就是这里啦，塞公沟，他们那是一家越南餐厅。听讲他们这里哈、哦，6.9块就可以吃到一个越南法棍了。走，带你们去 try 一 try 它的班米。6.9块的班米，给你们看它的 size 真的是超级大，个比我的手掌还要大。然后你们请看这个面包，超级脆。这个就是他们家嘞，有高达8种的越南法棍可以选。除了刚才6.9块的嘞，这里哈、哦、还有新推出的波带口味，给你们看它的波带真的是料满满的，而且里面有6只大虾哦。再来第二种的话呢，是牛肉芝士口味，给你们看的牛肉真的也是满满的料在里面的。然后呢，喜欢吃牛肉的朋友呢，也是一定要 try 看这一款。点啦，只需要 add on 4块钱哦，就可以得到他们越南最出名的滴漏咖啡，可以选热的和冷的。然后呢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冷的。这个呢是他们家超推荐的蜜矿汤底类，是用虾壳和鸡骨熬煮10个小时出来的。然后呢，你们有发现一个小心机吗？就是它的料哈、哦、都是成双成对的。再来嘞，这个哈、哦、它是一个波打打的状态，所以呢你们要搅拌均匀吃，吃起来更加有口感。这个呢是老板娘大推的网红咖啡。是 Dalgona Coffee， 采用越南最出名的 G7 咖啡泡出来的，泡之前呢要搅拌均匀哦。再来呢，推荐你们2杯特别的咖啡。这杯呢它是 Ube Foam Coffee， 这个是紫薯的。再来这个的话呢是 Matcha Foam Coffee， 这个的话呢就是抹茶的。推荐完你们咖啡过后嘞，就到我们的甜点。这个呢超级好看，而且呢它里面呢是瓦尼拉搭配个抹茶，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布丁这样子的。然后呢里面就是有抹茶跟红豆，这些呢都是 Saigon Bowl 新推出的新菜色。然后呢现在你们只要来到这里收我们冰量后两个 pose 呢，老板娘就会附送你们这个超可爱的布丁。所以呢